我今天要原声跟大家发一个视频啊。这两天看评论，有人说贝尔你怎么跟老师拍视频一点都不激动什么的啊？你是没有看到我激动的样子，我激动到我那天我贴了一个早上的假睫毛都掉了，我本来是贴的是像这样子不灵不灵闪的，然后我那天看老师进门我就叫不出声音了，我就说我说老师你好，我是贝尔。然后老师愣了一下，他说贝尔终于见到面了，我这整个人不行了。老师应该知道我在场，我最喜欢他了吧。拍照的时候我本来不高嘛，然后他就会蹲下来就是比较照顾我一点，就好暖啊。我当时拍视频的时候可能说错了一句话，大家可能就在那里笑嘛，然后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然后老师说知道，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整个人都我喜欢六年了。老师，我的第一条视频在最底下，那条是老师二巡收官的时候，我当时坐在内场的35排，看不清。其实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坐在边上跟他一起拍视频，然后他出现在我的视频里，我就那感觉没有。我会继续喜欢老师的，继续为老师打歌，我永远是老师的第一大粉头。